是海碧为第八道，看他身材非常好。蔡介勋也不错，是到蔡介勋。那这四百公尺画面上进行的这个是第三组，鸣枪出发。男子四百米赛第三组出发。台南市的吴宏伦也是国中生，哇、哦，非常年轻。对，金城国中。希望好，你也惊。金城国中是台南的田径的强校，是不是在竞赛的部分，金城国中的特别强？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杨龙翔，杨龙翔。目前暂时领先。最外道的蔡嘉友也是在第三名。外道，因为他是弯道的关系。是。目前第二名是蔡介勋，第一名是杨龙翔。对，嘉义县蔡嘉佑。哦，杨龙翔刚才转头看了一下，两个都转头看。是，就是求晋级就好，至少是保底前两名就可以晋级了。最后杨龙翔领先超成绩49秒53，因为晚上还要进行准决赛，所以在预赛能够分组进去保留的话，是对晚上来讲会比较好一些。是。那四百公尺的准决赛是预计在晚上的8:05开始准备进行，女子组，那男子组是8:15，所以其实大概差不多剩5个多小时可以休息调整。